富丽堂皇的自设礼堂是设在巨人国中，今天上午8点钟开始，省员各界代表和民众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成群结队地进入寿堂行礼拜寿。寿堂的四周并布置着有菊花、插花和龙树盆景，供各界人士观赏。络绎不绝地前往拜寿的民众，有的是子孙三代，有的是阖家满堂，纷纷显示了对领袖领带的赤诚。南部各地的民众今天也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展开祝寿的活动，大街小巷到处张灯结彩，充满了一片喜气，恭祝总统松寿。高雄市的各机关学校都布置了华丽的寿堂供市民们拜寿。中国国民党高雄市党部的寿堂从今天早上7点钟起就开始了拜寿的活动。花莲各界今天上午在中正体育场集会恭祝总统华诞，大家都以无比兴奋的热烈心情来参加这项祝寿的活动，以表达金民同胞拥戴总统共同完成反共大业的决心。这个花莲县党部的寿堂今天也布置得特别的漂亮，一大清早就有许多民众一心一意的前往寿堂给总统拜寿，他们并且准备了许多寿桃分别送给前来拜寿的各界同胞。